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啊？通常一个月、两个月没一桩事情都没有。所以这些做官的人，没事情干，读书，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。在家里写文章、著书，《四库全书集部》里头一大半都是他们的作品，但没事干。所以没有人不羡慕这个行业，都喜欢做官。做官要考试要参加考试。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，中央政府考进士，进士的主考官是皇上，亲自来考试。考取了，这就任命了。你做地方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或者做助手，这叫公民呐。现在这个社会颠倒了，各行各业最辛苦的是做官。为什么？办不完的案子，你多苦。我在澳洲，洛克文担任总理，邀请我到坎培拉去访问。我就看他，在国会大厦，他请我吃饭。我跟他开玩笑，他见我面，端的比这个杯子还大，浓咖啡，告诉我一天要喝5杯。我说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提精神呢，事情太多。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现在社会变了。从前你这个地位人羡慕啊，现在这个地位我害怕。太苦了，你看，办不完的事情。每一天。这5大杯咖啡，人怎么能受得了啊？身心都不健康啊！我跟他讲，现在社会干我这一行最快乐。没有一点压力呀！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。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你说多自在，多快乐！所以我真的劝过他了，别干了，跟我一起干我这一行，搞教育，搞传统教育，我们来救救底下一代，这是个好事情，那个人是很聪明的人。他的姐姐、哥哥跟我都很熟，一家都是好人，真想为社会做一点好事，很难得。我们看接下来这几句：国君念佛，依佛果觉，作我因心，故我因心顿通佛觉，盖因念佛善根，福德同佛。故云：如是功德皆已成就。如来乃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。故我等受因随行，但如来诸善其修。万德庄严，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，夜因随行，善知机宜，应缘修习，正住相知，熟得圆满。对于社会，对于众生有利益的好事，我们不攀缘。
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要去找事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年做的事都不是自己找的，啊，都是缘成熟了。啊，我到澳洲，澳洲移民部长，我在澳洲讲经的时候跟他认识。啊，他就很希望我到澳洲去。啊，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的工作，做得很好，希望我到澳洲，帮助澳洲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。这语言呢？啊，我的签证是他批的，啊，申请澳洲永久居留，他签的，啊，在香港领事馆办的。他打电话给领事，我这个案件2个星期办好，领事很不满意，啊，在问我们跟部长是什么关系？啊，拿他的上司来压他，啊，是很不高兴，但是他还是照办了。啊，2个星期签证办好了，要我去拿，不是在柜台，是临时的办公室。啊，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你拿的这个签证是我们国家发给亚洲人第一个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签证啊，好像是类似吧，国家尖端人才。我75岁申请的，人一般人都不要了啊，发这么个签证给我，所以到澳洲很管用，非常礼遇啊，办什么事情都方便。政府支持，啊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才知道澳洲确实很有智慧，把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这个事情交给大学去执行，这个很好。大学不袒护哪一方，它公平的，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格里菲斯大学他来做。我跟学校就发生关系了。啊，昆士兰大学呢，负责做和平的工作，啊，社会和谐。我跟这2个学校发生关系了。啊，常常跟校长、些教授往来，了解一些状况，啊，帮助他做这个工作。911事件发生了，啊，几个月之后，我记得是第二年春天，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，啊，邀请我给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，讨论化解冲突问题。啊，我们才知道，大学里面有和平学院，以前没听说过。啊，才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，只有8个学校设有和平学院，它有学位，啊，有博士，有硕士。啊，毕业的学生多半在联合国工作，啊，从事国际调解纠纷。啊，这个也很难得。啊，我们这认识了解了。啊，我把我们老祖宗，啊，解决冲突、化解纠纷那些经验，给教授们报告，提供他们参考，他们听得很欢喜。啊，第二个星期
又有我，学校就正式聘请我做和平学院教授。啊，送给我学位，啊，博士学位，我都不愿意接受。我说，你打个电话来，反正我没事干了，我们是不受任何压力，什么时候有事情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啊，没有时间限制，非常自在。我说我都很乐意跟你们教授聊天，啊，帮助你们解决问题。他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希望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人都是专家学者，都有博士学位，都有教授身份。他说一定，你一定要接受。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我才接受了。我说这是好事情，这缘呢是找来的，不是我找他的。啊，这次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是在曼谷大学。啊，我跟泰国结的缘，就是那一次。啊，到泰国，跟他们的副总理、三军总司令查瓦利将军见了面。啊，虔诚的佛教徒。我在泰国住了一个星期。他请我吃饭两次，在他家里，啊，所以也变成好朋友。啊，2006年，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，就是泰国大使推荐的，啊，建议联合国邀请我做主办单位，所以都是这些关系串关系，这么串上的。啊，那么一直到现在，图文巴的宗教觉悟了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我们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类做一点好事。啊，希望大家住在这个地球上，都跟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都能互相尊重、相亲相爱、互助合作。啊，都有这么一个想法。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图文巴这个市做起，市长欢喜。啊，真正做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不是顺水推舟啊！啊，真正做出来，我们到联合国去做报告。啊，上一次的缘。是泰国推荐的。那这一次我们到联合国找谁呢？上一届秘书长退了，又换新的。啊，那我们到泰国办这个活动，五月间遇到联合国17个国家的代表。啊，在曼谷的时候，我们碰到头了。他们对我们上一次的活动记忆犹新，希望我再去办一次。啊，正好图文巴这个缘成熟了，可以介绍给联合国。啊，这都是什么语言呢？世尊的余德了，不是我去找的。我们哪里去找事啊？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啊，绝对不会去找事。那事情找来了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关于世界和平的大事。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真的，许许多多人对于和平丧失了信心。
这很可怕了啊！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机会，要尽一点绵薄之力。现在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样子，没有做出榜样，他不相信。我从2003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头一次不了解状况，头一次观看，没说话，就坐在底下听，坐在底下看。第二次我就上台又讲演了，第三次以后就主题讲演了。教科文组织在澳洲办过一次，我帮助他们做协办单位。所以2006年在巴黎，在总部啊，我是参加主办单位。所以明年这一次，我是希望在图文巴召开。当地人民真正团结起来了，宗教教育产生着很大的效果，确实宗教教育能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这个很有意义，所以我想让联合国的大使、联合国的秘书长通通都到图文巴参加这个会议，然后向全世界宣传，我们相信爱好和平这些人士都会到图文巴去参学、去考察、去学习，所以这是大事，这是好事，没有缘，我们不闻不问。有这个缘，我们不去，对不起佛菩萨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除了图文巴成就之外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还没有正式开课，但是这个理想、愿望，首相支持，还有国内有一些这个论坛做得很有成就，都可以在这个大会里报告，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会议内容会很丰富。企业家采取中国传统的方法来管理，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在国内我知道有好几家做得非常成功。这多亏了这报告。让这个世界热心于和谐工作的人都可以去参观。慢慢的推展。如果中国每一个省都能有一个县市来推动，我们相信这个国家3-5年之后全国就安定了。一定要重视教学。所以这幕后这四句话，善知机，就机会。
有这个机会要抓住，应缘修习，正住相知，正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是正，帮助社会解决问题，帮助社会走向和谐，这是欲，这是助。啊，这是助缘，我们都要干。啊，正助分明，啊，互相资助，殊得圆满。啊，很快我们就能够啊达到圆满。啊，下面。众修福善，即修善重福，这个一定要做啊！这好事啊！啊，本经广劝呢，舍我行善。实际上，舍我行善呢，就是修善重福啊。观经劝修三福，底下这段文内容非常精彩，非常丰富啊，告诉我们从哪里修起啊，一定要记住，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从这修起啊，一个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他做得再好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假的是什么呢？他将来的结果是在三恶道，不是在三善道，这就是假的。如果他来生的时候在人天道，他做的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能欺骗世间人，欺骗不了因果，欺骗不了佛菩萨，欺骗不了神明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